今天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转天书深情如烟，彻地书是条好汉，穿山书铁臂神拳，翻墙书身手不凡，金毛书一身是胆，这武术一介金兰，西夏和武艺流传在民间。菩萨，展昭奉包大人之命追查雅姑下落，人海茫茫，何处可寻？菩萨有灵，保佑展昭勤凶救人，为民除害。是我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来，上亿。师弟，别来无恙。你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，我们还算什么师兄弟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上义不是个无情的人。你不是无情之人，你是个绝情之人。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我们一别三年，你似乎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一进洞就中了我的无影毒。下三滥的手段还敢夸耀？上义，你的九阴魔功练得怎么样？再过数月你就可以看见我是天下第一人了。乖乖的跟我回去吧。
大婶，我真的不能作证啊！哎呀，你不作证，谢祖就完了。我不能举发县太爷，我有几个脑袋。这样，我带你去见包大人，你私下跟他说。包大人就住在段大人府中。大婶，算了吧，你斗不过段大人的，别把我拖下去。 赵谦，你在这儿等，我把包大人请到这儿来。你以为包大人是谁？谁叫谁到？包大人是个清客，他会明白我的苦心，他一定会来。你千万别走开，我这就去。 秦和，秦素派人要那王瑶氏前来认土。大人放心，学生已经派人去叫那王瑶氏，预计天明可知。好，兵贵神速，段大人真是尽得其中精髓呀。这都是恩师平日教导有方。秦和，本府平日最爱与大家说的。 是哪一句话？勿忘勿纵。你自觉无头女尸一案有无疏失呢？学生扪心无愧。倘若那无头女尸真正不是王春香呢？那就是学生误判，草菅人命。学生愿意立刻自动辞官。 那杨李氏口口声声说你屈打成招，可有此事？大人，那是杨李氏爱子心切，情有可原。本府见那杨谢祖身带伤痕，你敢否认不曾动刑？人证物证俱在，凶嫌仍不认罪，学生只好用刑，此乃律法所容许。 那杨谢祖前后两次口供不同，那杨李氏说是师爷行骗，可有此事？大人，犯人翻供乃司空见惯，尤其是杨氏母子，在见到大人所持图像之后翻供，更不足信。你是说本府误导于他？ 学生不敢。那杨李氏口口声声言道，老祖张骞可以证明师爷行骗，但张骞已经证实，并无此事。那张骞身为老祖，岂敢指控于你？段大人，那张骞也曾经证实，图上妇人就是王春香，你有何高见？那张骞与杨家是多年的至交。 你是说那张骞是为杨氏开脱？学生是有此怀疑。清河，请急请那张骞来府一问。是。来人呐！杨李氏，门禁森严的县衙，你居然能来去自如！包大人。 杨李氏，你可是前来找本府的吗？包大人，民妇斗胆，想请包大人出府一行。放肆！包大人千金之躯，岂能冒险出府？包大人，
事关小儿的清白，命妇不请至亲，请包大人成全。您要本府出府，可有要事？请包大人见一个重要的证人。什么样的证人？为何不请他到府作证？包大人，此人惧怕段大人的气焰，故而不敢公开露面，所以请包大人独自一行。 好，本府就随你一行。大人，容下官派侍卫保护大人。不必，本府自信安全无虑。大人，要是有什么事，下官如何向朝廷交代？公孙先生作证，本府自行负责，钟某县无需负责。 杨礼士，你说的重要证人可是张骞？包大人如何知晓？本府猜疑。包大人要是见张骞，便知道师爷如何诱骗小儿招供。张骞何在？就在前面拐弯处。杨礼士，本府见你处事文件知法守法，不像一般民。 实不相瞒，民妇之父生前也是钟某县令。敢问尊夫大名？杨仲康。杨仲康，你该如此。是是是。是你。 公孙先生认得此人，此人便是绑架亚父之人。亚父已经逃出魔掌，只可惜展昭一心擒贼，无法救人。亚父逃走了？展昏行，那个亚父既然逃脱了，就一定会回到自己家中去的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现在不在，你看此人该如何处置？ 大人客气，此地乃中国县衙，一切还请段大人定夺。来人，将此人押入大牢，等候包大人回来再做处置。是。张小哥，包大人来了。 张骞，在天之灵，帮帮我吧，帮我把血族洗清罪名。谁？
你可别怪我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哎，不要生气，亚总，我们老爷子那是叫你把他带到黑木山上，弄成自杀的样子。 都调开了，快走吧！春香，你怎么了？春香，你肚子痛是不是？嗯，春香，忍着点。 前面就是县衙大门，我们就先走要紧。啊，对对对，一刀毙命，看来此人是有功夫的。倘若凶手是张骞的熟人，在疏于防范之下。 同样会一刀毙命。张骞呢，一个小小狱卒，是谁那么狠心要对他下毒手？莫非他也掌握着什么秘密不成？但杨礼是告诉本府，说张骞要单独见我，
似乎是为了段清河之事。大人，会不会是段清河杀人灭口？不，案发之时，段清河正在与学生讨论案情，他不可能分身杀人。那张骞所说，至多是段清河错判案件之事。本府相信，没有人会为了这种小事而杀人。看来这件无头女尸案，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大人，上爷已经被捕，是否要升堂审讯？本府还要等一个人。谁？亚父。亚父下落不明，哪里等得到？他若真的是王春香，就会回到杨家。杨理事若是见到他媳妇，一定会将他带来县衙。亚父是本案最重要的证人，只要他一到，本案自然水落石出。他真的会来吗？媳妇儿在这儿，我儿子没有杀人，你快叫大人升堂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再来吧。不行啊，我儿子在牢里一天，我一刻也不能等啊。大人正在就寝，不升堂。段大人就寝，包大人不会。我说的就是包大人，快走，快走。不会的，包大人一向为民请命，他一定会变王的。师爷，麻烦你禀报一声。你真是目中无人呐！你简直把包大人看成身边的仆人一样。你再不滚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师爷，人命关天呐！段大人一口咬定我儿子杀他嫂嫂，现在嫂嫂就在这儿，我儿子就能洗心罪名了。且慢，冉大人。何师爷，奉包大人之命，特来迎接他们二位。包大人，如果知道他们二人会来，本来我也不相信，包大人就令我出府一窥。展昭不得不佩服大人的神速。包大人，春香，你听见没有？包大人在等我们呢。
杨离氏，你身旁此女是你何人？回报大人，是民妇的媳妇儿王春香。清河，你都听见了，此女若是王春香，那杨谢祖杀嫂罪名就不成立。大人，此女是不是王春香，尚未肯定。段大人，人都已经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还矢口否认，你真是个混官。杨离氏，不可无礼。清河，你有何高见？大人，此女究竟是不是王春香，全凭杨离氏一人所言，岂能相信？段大人，你以为我媳妇又聋又哑就无法回应了是不是？你错了，我媳妇只是被毒哑，她听得进。包大人，请您亲自打扮一下，让她证实自己的身份。你可是王春香？春香，包大人在问你话，赶快点头啊。杨离氏，请勿诱导他人。她是我媳妇儿啊。杨离氏，段大人言之有理，公堂之上不得喧哗。你可是王春香？你若听见本府的话，就点一下头。身中剧毒，大人，这是上意所用的独门秘毒。春香，战护卫，那上意为何要对他下毒？大人，上意在修炼一种九阴魔功，需要以毒喂养孕妇，等到十月期满，再取婴儿之脑食用。啊，这个天上，这是我们姚家的骨肉啊。启禀大人，既然这雅妇无法作证，以下官之见择日再审。不，王大人，我儿子杨谢祖认得他嫂嫂，他可以作证啊。来人呐，是，将那上意杨谢祖押上堂来。是。这下行进了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此毒是否可解？惭愧，学生束手无策。大人，这是他独门之毒，只有上意才有解药。大婶，你请放心，等下上意押到，展昭自有办法逼他交出解药。启禀大人，上意杨谢祖越狱而逃。谢祖，启禀大人，请前去勘验。大人，请容下官颁令通缉上意杨谢祖二人。不，我儿子不会越狱。会越狱？那他人现在在哪里？他带的镣铐在此，我的手下惨遭毒手，不是杀人越狱是什么？我儿子不会杀人，他不会杀人的。大人，依属下看来，他应该是被上意所杀。会不会是上意把杨谢祖救走了？公孙先生，上意今天才赶到，他并不认识杨谢祖，为何要救他？不是救人，是绑架，是他把我儿子给绑走了。杨离氏，你家境清寒，无法勒索钱财，谢祖是男，无法满足授予。
上义与你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他有什么理由绑架令郎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儿子他不会杀人，他不会杀人，不会杀人为什么要越狱？ 包大人到大牢来聆讯，如果他真的没有罪，就应该静候包大人的判决。为什么偏偏在此时逃走？人人都知道，包大人有若青天，洞察一切，任何罪犯都难逃他的法眼。想必是杨谢祖心虚，利用上义劫狱之时。 趁机逃走！不，段大人，包大人，案情严重，请容下官颁令通缉。不，包大人，我儿子他不会杀人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想大爷，我都害怕。请。 跳下去，要不就自己上吊自杀。我和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杀我呢？因为你得罪了县太爷。县太爷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在九泉之下，可别找错了主啊！<笑>我就算化为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 娘，孩儿不孝，护送嫂嫂不力，才会使他在黑风山遭劫。所以孩儿就在黑风也赎罪吧。你说了那个孕妇是你嫂子？ 你嫂子身中剧毒，若是没有我的解药，她将昏迷致死。你先回去，将此药丸给她服下，暂可保命。暂时。若想永久解毒，叫她自个来找我。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嫂子？你不会懂，快拿回去救你嫂子吧。 迟了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启禀大人，他就是王姚氏，刚刚才接到中牟县。 王姚氏，你女儿何名？回大人，她叫王春香。嫁于何人？嫁于周牟县，杨兴主为妻。数日之前，你曾在此辨认过一具无头女尸。是。你可认出那名尸体是谁？回大人，正是小女。既然无头，你如何认得？ 依那女尸的手腕，有一铜镯，乃是老身所尊小女之物。单凭这铜镯，这无头女尸的身形与小女差不多，肥瘦也相仿。
肤色更是相近，故而民夫认为，所有这些都并非直接证据，贸然相认，此嫌极糟。陛下的杨礼熙在道，请将目。公堂之上不得私自交谈，静候包大人审问。王姚氏，你可认得此人？何大人好，认得，她乃是小雨的婆婆，杨李氏。那杨李氏平日待你女儿如何？很不苛刻。亲家，你说话要凭良心了。不得喧哗。王姚氏，你如何得知那杨李氏虐待媳妇儿？回大人的话，小女回娘家时，常常向我诉苦，亲家母。杨律师，你在干扰包大人判案，本县便不客气。王姚氏，继续说来。那杨律师虽有儿子，但儿子却有天壤之别。哦，如何差别？次子谢祖是其亲生，杨律师百般宠。长子新祖是其抱养，受尽欺凌，杨家清贫，谢祖游手好闲，新祖一早就设摊为人代书，中午替人抬轿，夜晚大惊守夜，可怜他一介书生啊，简直比牛马都不如啊。杨离氏，其言可是真情？是真情，只怪家道中落，新祖自愿受苦。自愿？春香告诉我，新祖常累的夜里咳血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可怜我的女儿，跟着新祖受苦受难，帮你洗衣、磨米、砍柴，辛苦赚来一点血汗钱，全供那谢祖享受。杨律师，你有何辩解？手心手背皆是肉，养子亲子皆是子，你为何如此偏心？不，包大人，新祖谢祖都是我亲生的，都是亲生。朝廷征兵打西线，你送哪个去？我，新祖袭文，谢祖袭文，你偏偏要送新祖去送死。杨离氏，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民妇没话可说，耿耿此心，为天可表，民妇不愿多说。大人，你要为民妇做主啊！亲家，春香没有死啊！大人，此话当真？王姚氏，如今杨家有一哑妇，疑似王春香。小女不是哑巴。杨律师却坚持她就是另案。大人，那是杨律师想掩盖其子罪行，随便抓一个人来冒充的呀。是否冒充，一任便知。王姚氏，你随他前往杨宅辨认清楚，本府等你回话。是，大人。娘，
大嫂，大嫂。大嫂，大嫂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他哑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带他回去。回去？这里就是他家，他哪里都不去。他身中剧毒，没有我的解药，他毕竟是死。他是杨家的媳妇儿，就算死也要死在杨家。我要带走的人，你能拦得住吗？除非我死，否则李兄要带他走，早就该死。是你，包大人早已料到你会回来找雅姑，特命展昭在此恭候。师弟，你倒是包拯的一条忠实的狗啊。展昭不是狗，是猫。是猫？圣上封展昭为御猫，专门擒拿天下害人的毒鼠。你能胜得过我吗？邪不能胜正。嘿，大人，你看那个雅姑是否就是王春香啊？十有八九。上意没有将杨谢祖杀死，这个混账东西背信忘义。大人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本衙已经死了两个人。我不管死多少人，我一定要杨谢祖死。十年的时间，难道都不能磨灭你对他的仇恨？十年的时间，每隔一年恨就加深一倍。跟你有仇的是杨仲康，可是他已经死了。父债子还。大人，大叔，大人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清河只有亲自出马。啊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慢慢，金家母，走快点。春香真的在我那儿。哎呀，你这随便弄个哑巴就来骗我，我不信。我不会骗你，春香是被人家下了毒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哎，你也得让我喘口气吧。亲家母，亲家，你看这前面怎么围了一群人呢？什么事儿？咱们过去看看吧。郡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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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！大人，展护卫有飞鸽传书到。情况如何？展护卫一路追捕上意，已经追到伏牛山中。这一对同门师兄弟竟然反目成仇，展护卫这次执行任务内心定是极为痛苦。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大人在阅读何书？中牟县的旧档案。旧档案？跟此案有关吗？那杨李氏故去的丈夫叫做杨仲康。杨仲康，学生记得中牟县有任县令就叫杨仲康。公孙先生好记性。那杨仲康
是十年前的中茂县令。大人查看旧档案是为了此案。本府对着杨家感到奇怪，这其中必定隐藏着极大的秘密。大人是想从其中找出线索来。本案看似简单，本府却觉得极为神秘。